宋慧乔近日现身摩纳哥出席活动，也就是被离婚后的第一次露面。这次她属于高调亮相，妆容也非常浓艳，一改往日清新淡雅的风格。虽然是烟熏妆，但在她的脸上一点儿也不嫌过分。如此，人们感叹，美人就是美人啊，不在乎是什么妆容，依然美丽。虽然化了浓妆，但在整个活动中，宋慧乔还是显得她优雅知性，与人交谈轻声细语，羞涩中带着妩媚，浅笑中带着娴静，没有妆容给她带来的妖艳和放浪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